谷歌获新专利，戴球帽即可摄影。谷歌公司上周二又获得一项穿戴式科技专利，这次的新装置是附加在鸭舌帽上的摄影机。谷歌的穿戴式摄影系统可附在帽檐、相机内建麦克风，并可透过应用程式与手机连接。使用者可经过谷歌传导听见声音，以及声波直接透过谷歌震动传入耳瓜。戴帽的人可以随时照相或摄影，并直接上传社群媒体。谷歌先前开发的谷歌眼镜也内建摄影系统，定价为$1500。目前尚不知专利鸭舌帽摄影系统的定价将有多高。